市长陈其迈出席112年度大社三宝意向推广活动记者会，陈其迈特别感谢大社农会在极端气候的挑战之下，与在地农民齐心协力。大社的蜜枣和燕枣的芭乐品质相当优良。感谢我们大社农会，包括我们谢总干事、陈理事长还有李常务监事，大家共同的努力。那我们今年、其实在极端气候的挑战，我们在包括大社、燕草、的芭乐都长得非常的漂亮、那看起来像、小颗的、青苹果一样、那在这几年、我们也持续的在包括、英国、法国、日本、新加坡、那最近、也成功的销售到这个韩国、那我相信、高雄尤其是我们大社的、蜜枣、那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吃、那大社的三宝里面也包括我们的芭乐，那还有我们的牛奶、这都是在我们地方非常具有特色，那而且是、我们可以挂保证、推荐给、台湾所有的、我们各地的好朋友。市府持续在英国、法国、日本、新加坡推广农特产，最近成功销售到韩国。陈其迈说，大社三宝包括枣汁、芭乐和牛奶都非常有特色，作为年节礼品应景又大方，大力推荐给所有市民朋友。春游的时候、也可以来大社、走一走、那我相信、借由我们、农会、跟市府的合作、那其实我们大社的蜜枣已经逐渐的打响知名度啊，那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协助我们的农民把我们最好吃的大社蜜枣然后卖到我们台湾各地啊。那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在每一颗包括我们这个美秀姐冠军的这个冠军蜜枣在今年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棒，你看买啊拢无乌乌，哦，拢非常的水，哦，啊食咧吼，迄汁就水喷出来啊，吼，这个非常非常的好吃。对，我等一下，可以，可以哈，可以，可以，好，好，那这一箱我都要带走了哈，我帮我留几箱哈，没问题，因为他们的，我慢慢来吃吼。慢慢品尝。高雄市政府近年来致力推动地方特色产业发展，运用在地社会资源导入品牌概念，同时结合景点游程吸引更多人潮造访大社，也为农民创造收益。